们所有人都可以一起做。取关了要生日都不给个祝福啊？可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好吧？没有看到，不好意思啊。祝福了没有？今天几号过生日呀？514。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来把15蜘蛛庆祝一下啊！拉一拉线，就可以看到提线木偶的舞蹈。全军出击！谢谢这个音符的9厘米小蝌蚪送的飞机啊！谢谢音符的9厘米小蝌蚪送的飞机。疯了疯了！来一下，9纳米过分了啊！把这个送飞机的给我分一下啊！滑板鞋开始不当人了呀！恭喜大鸡瓜中奖了！这兵线太多了，等他进去吧。我现在去抓也没有用。像这种两波线一定要等他进去，不然这滑板鞋能一打二的。我来了，这兵线刚好可以进了，进了刚好。你走走走，你走。欠个屏障还行，能接受。掩护一下这个剑姬好了。他估计吃蟹去了，我这波直接闪现过来，我不要这个蟹，我杀他。哎，可惜我的 E 没中，我的。这是有 T 啊，你 T 吧，你不 T 我推线了，你 T 不 T？ 还行，这个剑姬撞线，我赚头的钱。走了，直接来本书吧，这样子。赵信空蟹去了，他这样。他控完线可能会抓下我，先刷一组蛇龙来，先不要急。
这个阿里巴巴董事长天天说我过生日，主播只有一个生日啊，那就是7月25号啊，其他的都是假冒的。完了，哎呀，来个红刀，E的距离有点不够，但是我又回头不了，回头了这个后面有结子。没事，我去抓不上了。这波这个E是必中的，知道吧，他不可能能躲得了。开光盾干嘛呢？这路好多兵啊，我们去反他个红，再抓一波上，然后再吃这个先锋，感觉这个滑板鞋挺好抓的。他这个样子肯定要压了，刚好这个赵信想打了，这剑姬 R 要好了，这个线这么长，可以杀，可以杀，我来他就死了，别我来你就死了啊，对，很好的剧本，抓死三路拉先锋，然后再抓一波吃一血塔起飞。来，继续，兄弟，别怕，我开先锋把他冲掉。哎，你没蓝也可以杀的，谁跟你讲没蓝就杀不了了啊？谁跟你说没蓝就杀不了的啊 ？A 都把他 A 死，没有枪头就捅不死了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啊？这没有枪头不照样捅死了吗？对吗？这不塔有了，人也有了，劫来了，快溜！快跑！这一血塔来了。法藏鞋。是吧，没搬白搬错人好吧。
我比较喜欢抓上路啊，像我基本都很少抓下路的。拉扯拉扯一下。剑姬过来过来，剑姬。这个剑姬老听话了，你去推你去推。我等他回来吃线，你往前面站一下。你别 Q 出去啊，你把他吓到了。这波没有默契，好吧。还好跟他换了，应该等这个杰自己走过来的，他 Q 太早了。先把双窗做一下，刚才不应该 Q， 等这个杰自己走过来，等他自投罗网，虚弱挂上。可以 Q 一下，他要蓄意轰拳了，没有用。这奶妈怎么不给他奶一口啊？可以打可以打，拉一下拉一下，反打格挡有没有？剑姬他又踢出来了，就不发育呗，刷人发育。这边菜刀队啊，待会整个中亚，先把穿透给他买了。怎么滑板鞋又十级了呀？等他过来卡红，别乱动。你这个点红差点点出问题来了啊，我觉得伤害有点高啊，感觉他这波装备再好一点，操作再好一点，双杀了。一杠六的滑板鞋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。他没往这边走，不对劲，有人要来了，走了。我出出出，这劫没大的，走了。九级赵信，双窗买了，再来点护甲，很好打了这把。夜刃级，得给他先把他盾破了呀。
奶妈给我来奶一下。加血加血。我受伤了看不到吗这个奶妈。算了我自己回血好了。这滑板鞋直接给这个赵信绑定，真牛啊！这赵信人晕掉了，我怎么看这个赵信躺在地上不动呢？我以前就被队友害这么害过一次，打团的时候他把毛给我绑定了，好家伙！被他砸晕掉了，出问题，护臂赶紧买了。表来一个，好高的魔抗，这色体应该来说是好高的双抗啊。他要过来做眼了，把他秒了。加血加血，再加再加再加，好奶！这色体我半血都没给他秒了，就离谱。有人来吃线呢，101魔抗，剑姬来打破绽，杀得很快的。今天人确实有点低迷啊，
开播的时候就讲了。叶宝该休息了啊。只有血量这个造型，一、二、三。给我加血啊，奶妈！勾引一下，哇，这色题是真的烦。我想来个反弹棒杀他了，待会儿没有反弹棒不好杀他。怎么打得这么难啊？来来，可以来大龙啊！
这边好像没有怎么出魔抗，除了这个色体之外，感觉可以出个纳什跟他战撸这些人。可以消耗一下啊，七皮，一换一，可以可以再打了，猜中哦。三路全破了，给我加个血。